是拜拜拜拜。你配着。嗯，拜拜，我出事情了，拜拜。在节目里不怕得罪人怼天怼地，私下可可爱爱的李成儒成为首个60岁后拥有客栈的明星。李成儒前往长沙录制综艺，获得站姐跟拍，李成儒跟站姐说拜拜，还让对方再多拍几张，可以说是宠粉达人了。拜拜，哎，我妈可喜欢你了，她让我一定得要一张签名回去，不然不让我回家。之前草原流量歌唱家腾格尔也拥有了站姐和个人版图站，线下应援排面十足。老艺术家们也拥有越来越年轻化的粉圈了，你对这一现象有什么看法呢？